Spidey， 大家好，我是芳芳，我来自老挝。这个是我们家小宝宝，叫小西西。他的手上呢有一个纹，就是很直很直。来，妈妈看看，你们看，哦，不是这边，哦，对，是这里。妈妈看看呢。你们看，特别直，这个我是知道的。这个呢叫那个断掌纹，是吧？我呢是一直知道的，它有这个纹。但是呢，我朋友他告诉我说，有这个纹的小孩是得了那个叫什么唐氏婴儿，是吧？他说有这个的小宝宝呢是有问题的。他这么说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真的吓到我了。然后我打电话问了一下我老挝妈妈，我妈妈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。然后我们家那个小侄子，我们家有一个侄子，他的纹也是这样子的。爸爸，你干啥？啊，你要说话的呀。妈妈妈妈妈。哦，喊妈妈的呀。妈妈。我朋友说叫我了解一下这个唐氏，说这个病的话很严重的，所以我想问一下有没有知道关于这个病的朋友们。好了好了，嗯，下来。真的不是大惊小怪，当妈妈的真的是很玻璃心。我之前怀孕的时候呢，也有定期做产检的，然后医生也没说什么，我妈妈呢也说没事，家里的小侄子也是这个样子的。难道我们家家族有遗传？这个东西还能遗传吗？你们说这个会是遗传吗？还是我有必要到医院去看一下呢？甜甜的爱翻东西，刚刚弄好你就翻，刚弄出来你又给我妈妈翻出来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视频也拍到这里啦，感谢观看。